真大，像一座台中一盒白葡萄，是林地农会因所个别专地结出的葡萄，目前已经是结实累累啊。但是今日这天气啊，唔是收大，就是落雨，对这葡萄的生长影响是真大。各种谈话工作表示，若是要这葡萄收成好，都要讲伫是过期时阵，气候爱顺一挖，搁再来就是靠这管理的技术。在结实绿绿的葡萄果园相当的壮观，吉林镇农会当年将向东改场标告专利结酒用的葡萄台中一号葡萄。在今年为这一开始催芽，气候拢真顺利，到了结果的时阵，煞拄着好大雨，这对葡萄来讲影响真大。抓台中一号葡萄是上歹管理啊，因上个惊的就是落雨天，这雨天是真容易让葡萄生病菌。台中一号目前最近这几天吼，开始发现菌病哇不离啊严重，因为台中一号因为是属澳洲系统的品种，啊伊的叶啊吼，因为光啊无啥抵抗，无啥保护作用，所以那菌病一来就连的就菌病，啊就侵蚀病，所以这防治比较爱比一般葡萄搁较做较功夫，无好管控吼，无好管控。台中一号葡萄，这个是皮真薄，怎皮薄上界惊的就是水分过多。其中伫这果实成熟时阵，上界容易来闭果。好佳哉，即马也未进入这成熟期，但是这果农上界惊也是这落雨。一旦落雨伤多，唔呐讲容易闭果，这果实甜度也会大大降低。这对日后用来结酒用的也是有所影响。因此，果农也是希望这气候顺利，生出这高品质的葡萄，结出高品质的白葡萄酒。中视新闻，小冰海，吉林报道。